快乐学习是乐龄学习中心一直推动的重点。为着了解关内乐龄中心的状况，馆长张雷先特别前往托克镇第一乐龄学习中心，向长辈来互动，并了解乐龄古典推动的课程。希望未来有更多阿公阿妈会当斗阵加入乐龄学习的行列，会当欢欢喜喜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来，听众朋友，呼一声吼！阿公阿嬷欢欢喜喜地对着老师做起运动，这是托克镇第一乐龄学习中心。每一天都安排多元和趣味的课程，有动态有静态，可是后来这上课的是大人学到很多不同款的知识，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大大的帮助。大家好，大家学习很好，身体健康，再来头壳不错，大家好来这运动啦，啊来这唱歌啦，啊大家安尼欢欢喜，足好个啦。真好啊！咱那五路我做运动，遐囡仔嘛拢叫阮爱出来遮学习啊。来乐龄中心上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会当提供课程、教导点背一挂延缓适龄失智的办法。透过阿公阿妈家己主动学习，嘛顺续互因会用欢欢喜喜过日子。乐龄中心就是让这些长辈来这学习了先吼，伊的后半段的人生会过得很快乐。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学习，他能增能，他能创新，他能服务。这样的长辈呢，他不会失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想话长辈爱走出来，爱走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去学习。为了更了解现在托克乐龄学习中心的状况，馆长张雷先也亲自到场和长辈互动，并且表示未来会将基点外公园来做整理，打造一个休闲场所，让老大人会当好好运动，放松心情。既然咱乐龄中心办了遮好，是毋是吼？除了伫教室内面的静态活动之外，吼，能够有一些动态的活动，阮希望甲遮打造一个吼，适合咱长辈时代吼，会当休闲运动的好所在啦，吼。无论要伫遮行棋啦，吼，还是伫遮开杠泡茶啦，吼，还是做一寡吼共融式的吼，适合咱长辈时代一个运动器材，吼。安尼呢，会当互咱吼所有长辈时代吼，伫遮会当适当运动。快乐学习将年龄放袂记，是每一个乐龄中心拢一直推广的重点。希望未来有更加侪阿公阿嬷会加入行列，让家己食到老学到老。记者李不离，差不多。